来看一下哈、哦，在这边我们刚刚讲那个圆山哈、哦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它那个柱啊，之后大概像什么？像这样，这个，好、哦，它就是等于放在网站上做广告哈、哦。那你滑过去，那你可以选一个衣服啊，比如说你要选这个啊，就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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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打字，它很简单呐、啊，实际上它等于是一个活动网页而已。等到你气冲把的，好、哦，那我们这边就是显示说，哎，它。充气的程度，啊，充气的程度，对不对？就越来越大，然后跳上去这样，很单纯。事实上，这个是有音乐的啦，只是因为我刚刚先把声音稍微关小一点。这个事实上是有音乐。那如果你成功了，我们就连接到那个。哦，事实上它不是要真正要让你很难过关的，它只是要让你玩一下，简单的能够去填写注册资料而已。那像这样的画面，我们当然就在哪里，在 Flash 里面先把它在 Photoshop 里面先设计好，好、哦、先设计好了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哎，有刚刚玩的画面，也有这个游戏的画面，还有结束的画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哦，哈、哦，我这个我先把它关掉，我们来看看在这边。我们直接把它汇进来，我们开一个新的档案，多大没有关系，你用 2.0 用 3.0 都没有关系、哦、那么假设你用 3.0 的，好，我从这边把它汇进来，汇入到舞台。原则上其实在 Photoshop 里面它比较好处理、啊哦、你的图层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、哦、完整保留下来、哦、您看我如果在这个 Photoshop 打开、哦、您看一下我们的图层有没有两个资料夹，对不对？衣服跟背景啊，背景我先把它打开，就是后面这个。然后呢，衣服事实上里面有好几个场景，我先拿掉了，这样比较不会那么复杂哈、哦。那衣服的部分有没有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，我们再进到 Flash 里面来，您可以从这边，对，好，把它点一下，那它就会有没有？他就还蛮聪明的，问你说要哪一个。那么您可以看一下，原则上我们都会把它转换成图层比较多啊，就是保留进来。除非你要做那个，你就是好像不同的图层是当做连续图档，要做那个动作的，好动作的，我们才把它转换成关键一个。那这里呢，因为我的尺寸跟这个是不一样大的，好，所以他就问你要不要把它变大一点。那假设按是，您来看一下它的图层的部分哈，您看这边，先看元件库。有没有一样进来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再看图层，哎，我们这边的内容呢，这边你所看到的这个内容，好，事实上就会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，大家了解了哈。所以它在这个块，其实从 VHCS 3以后，这个部分做的比较好，那大家就是说，传统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做动画的人员在做的时候，相对这种转档就简单很多，因为早期的话，可能你要把图调进来，就要经过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搬出来嘛，跟我们以前做网页一样。好，但是现在都比较方便，就可以直接做。好，那这里呢，这是用这个 Photoshop 的部分哈、哦，那么。在另外呢，如果是Illustrator的部分，我们也一样，你看哈、哦，来Illustrator的部分呢，其实这里呢，我也准备了一个，好，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，我找一个这个档案，这种Illustrator做的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Flash版是向量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向量的，当然就找向量的最好。那么其实网络上这种资源也很多，这种资源也很多。嗯，不过我发现这个网站在我们学校这边上不去，因为我们这边好像有有挡掉哈、哦，所以这个网站上不去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挡掉哈、哦，那没有关系，反正还好我先下载了。我们就这里有一个伊达崔的档案哈、哦，这里您把它汇进来一样，您看哦，把它汇入到舞台。这个时候我选这个，好，这个 AI 的档案。那么 AI 档案调进来的话呢，它就跟 Photoshop 处理的方式有点不一样。有点不一样哈，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在做，说真的，用 AI 设计的几率也蛮高的。
也蛮高的哈。你看它里面这个图层就像这样子。那么当它进来之后呢，它会变成一个群组，跟我们那个以拉推的一样，哦，它变成一个群组。那么这个群组的话呢，您可以把它叫进来哈。你看，我就不用跟它一样大哈，就直接把它抓进来，到预设值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在元件库这边呢，不像刚刚那个 Photoshop 那样子。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是一个群组而已？等于说它只是一个元件。好，那您真正要进来看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是这一个，这个哈，您看它的属性。其实哈，说真的，它现在新版的这个界面呢，主要是为了因应就是我们现在宽萤幕。那是不是大家现在觉得宽萤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每萤幕都有那个每个区都很占用？因为我们现在看的网页通常是。有卷轴的比较多，会横向展开的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看东看资料的时候，也是好像都比较局限在4:3，另外一边比较没用到。所以它事实上现在的设计就是希望说你多善用旁边这一块这样子啊。哦，所以老师稍微习惯一下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这边看一下，您看的哈，你看这是一个群组，所以你如果把它打散，有没有每一个字就出来了？那么您再去针对说啊，我要哪一个，我再来做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您如果透过这个以拉推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情形哈。那这个跟之前有点类似，不过老师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可能老师比较少用以拉推的，因为像以拉推的有一种东西叫做那个什么渐层，网格状渐层，老师有听过吗？网格状渐层，这个后来扣桌也有，还是老师用扣桌吗？也没有，所以可能老师向量的。比较平常比较常用到，那没关系。那个，因为那个网格状渐层或扣桌那种功能哦，它进来之后，它会直接变点阵，因为那个 flash 不支援，它等于那种比较特别，就是说，好像比如说有点类似像这样，比如说像这样有没有？我们是一个类似像晕开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还有一点点层次？那如果你要像那个渐层这样很 smooth 的过来。那就可以用所谓的网格状渐层，你只要定义它起点是什么颜色，然后终点是什么颜色，它就这样晕开来，哦，那所以那个可以明灯，可是呢，因为那个渐层会很多，所以 Flash 不支援这个功能，所以你只要用到那个功能，它进来就是变图片，还是变图片，它其他的就没有关系，哦，其他就还是维持向量这样，好，哦，这个是跟老师稍微说明一下的，那我就先把画面先传给老师一下喽，明天稍微看看这样。会进来 ，O 不 OK？ 好不好？来。